想要提起阿美惠，讲我甲你的婚姻，有我的幸福，我的快乐，你千万千万唔通来抢我红彩。剧中醋意爆发，饰演原配的夏如芝宣誓主权，邀请饰演老公初恋的张本鱼到家中做客，故意播放结婚影片，也让两人婚姻意外擦枪走火。今仔日徛伫山，阿美惠嘛有去着无？剧中遇到旧爱重拾火花，夏如芝、张本鱼用不同样的女性面相同台飙戏。现实中遇到旧爱又会怎么选择？可是那我不喜欢你的时候，我就完全退回是朋友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可以理解那种浪漫的感觉，但是问题是在我身上不可能发生，因为我会觉得那个一切都太梦幻。两人似乎对于旧情复燃没有太多想象，但演技太逼真，让人不禁好奇片场是不是充满火药味。我觉得在演那场戏的时候，比如说像芝芝啊，或是小五哥，尤其是芝芝，他那个态度就会让戏里面的黄美惠，就是会有想要竞争。两人演出原配和初恋间的纠葛，而高中同学们的婚姻发展也相当精彩。每对夫妻在婚后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大家都爱做最后一届选择，为什么你拢会当选？就敢那我袂当选。随着剧情越来越精彩，剧中每对夫妻伴侣关系会怎么发展，也让大家十分期待。华视新闻李绮婷、彭昭胜、廖子轩台北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